第七日，吴玉瑾宣布自己已经离婚的消息。坦诚一路走来一直都不容易，和前夫的个性、思想还有生活理念差距太大，导致他们在相处上失去平衡，最终才决定签字离婚。他也在贴文内写下：“日子是自己在过，冷暖自知。”不过他也感谢前夫曾经的付出以及所有一起经历的时光，但忍不住感叹两人最终还是走到尽头。不过既然如此，他觉得我就要勇敢面对。向来只喜欢跟大家分享美好事物的他，也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些善意的空间，并强调夫妻俩会继续共同陪伴孩子，其他的私事就不多做回应。贴文一出，也让不少人相当震惊。不过就网友发现，三日时 Melody 就写下长文，并提到女人是有选择的，要相信自己是值得的，似乎早有离婚迹象。而网友看了也祝福两人各自安好啊。Bye.